好，接下来我们介绍的是一般组合。首先，我们考虑一个问题，在 A、B、C、D、E 五人中，任选赛人排成一列，求方法数。这个题目事实上是我们熟悉的排列。好，我们可以直接用 P53、5×4×3，或者使用乘法原理，三个人排成一列，所以这一列有三个位置，第一个位置有五个选择。第二个位置有四个选择，第三个位置有三个选择。好，由乘法原理一样可以得到60。可是如果我们改一下，题目如果改为从上述五人中任取三人为一组，求方法数，这个时候取三人为一组就没有顺序了，这也就是所谓的组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三个人排成一列的排列数有三阶成分多种。所以我们的组合数应该是60×3阶，就是10种。那为了方便，我们选了一个符号 C53， 代表上述的这个式子，也就是5×4×3×3×2。那推广到 N 个相应物中，任取 R 个为一组的方法数，就是 CNR 这个符号实际上是 PNR×2阶。好，有后面这个结果。换个角度，其实组合就是不尽相应物的排列。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题目，五个人中要任取三个人为一组。好，为了方便，我们考虑被选中的人底下画圈圈，没有被选上的画叉叉。那我们就可以来开始排。假设我选到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那另外两个就是叉叉，这是一种方法。那当然，我也可以圈圈换过来，叉叉，这也是一种方法。那我们如果把刚刚讨论的东西通通排出来，我们发现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总共有10种方法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求的结果就是三个圈圈跟两个叉叉的直线排列数，5阶乘除以3阶乘2阶乘，有10种。当然，我们可以发现，取圈圈跟取叉叉的总位数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 ，C53 会等于 C52。那一般而言，我们就会说 CNR 等于 CN n 减2。